看我今天穿的，我刚把那个裤子脱了，刚穿那个裤子就是更加的帅气。我一会儿走的时候再穿上裤子拍一个，这个就很有那个试衣间的感觉。呜、哦，凹一个那种，不会凹，算了。大家看这个，这个房间也很好拍，就是有这个影子，就是显得身材就是非常的一个曼妙。为什么没有摘帽子？因为素颜的话戴个帽子拍照就好一些。核心收住。我们在进行一个摆拍，因为今天阳光非常的好，但是我这个脸就是无法停止用力，真的能看出来我这个摆得很艰辛。肋骨往里收啊，马甲线要出来了。哎，你那个手可以离开垫子，对，核心收住啊，小肚子出来了，颈椎一节一节的落，胸椎落，稳住啊，特别好。好，往下拍一点，看胸能不能找垫子啊。哎呀，拉胯拉胯。那这个是一个大庆。我给大家做，我昨天，我前天给大家说我的那个做完以后，就看起来非常轻松，但做完以后我的腰巨巨痛苦的那个动作，就是下肢这么举着也胖。然后在侧面这样，核心收住啊，肋骨收进去，就是看起来非常的优雅，非常的感觉毫不费力，但是其实我的腰在怒吼，我不给大家做了，我不想直接继续的。OK， 那你就是一个都市人的普拉提课结束。拜拜。谢谢。像我刚刚说我原本穿的是这个样子，就是配上这个裤子，就是给人一种很就是可以去跳舞感觉，非常的一个 hiphop， 但我穿的是一个拖鞋。但这样子就是需要直发好看一点，如果卷了的话就是你不够帅气，这种感觉。耶、yeah, ！老师还给了我两块巧克力，也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这个好喜气啊！祝大家恭喜发财，财源滚进。我这个练完以后，刚消耗完就要马上吃掉它们了。我不是那种可以等的人，一会儿在车上就给它干掉，嘿嘿嘿。我们今天现在应该是那个女足和打韩国，但是因为我看不懂球，所以我没有看。还有一个是我特别紧张，我看比赛我都不看直播。然后刚刚能听见吗？不知道是隔壁还是楼上，反正就听见一个男的在，哎呀，进了，哎呀，哈哈，刚刚，对，我刚刚贴了指甲，但我现在打算把大拇指给撅了。我刚刚只是想贴上来看看，就是所有指头都贴上什么样子，大拇指还是太不方便了。 OK， 现在就给它撅了、啊、这边也、下来吧，下来了。非常暴力。我上微博一看，冠军了，家人们，一个大震撼。我本来只是想给大家播报一下这个楼上传来的声音，没有想到
虽然但是我们这个隔壁真的好喜庆，感觉是好多人就是聚在一起一起看球，现在已经大概5分钟过去了，还在激烈的讨论中，而我在看。大家能看出来吗？在看蜘蛛子。我原本被对这个没对这个番没有兴趣，直到那天王天一强烈推荐，他说这个很好看，虽然女主不是人，是只蜘蛛。确实，我目前看到12话，我觉得还挺好看。但我每次看到它是分两个部分来叙述，一部分是人类的部分，一部分是我们女主的部分。我只看女主的，一看到人类我就跳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严大厨。这个许久不见，我再给大家献上一个我的拿手好戏。对，像怎么突然变成大家看过那个老师吗？那个我们还是高女士跟我说我的拿手好戏。你要得意一点呢，再来。我的拿手好戏。对，你不会，姐会。那个，我的拿手好戏，知道吗？懂否啊？我这个发型有点危险。给大家看一个碗，一盒酸奶，冻过的，放在冰箱冻了，把它倒出来。咱们做一个草莓冰沙。当当当当，一个。哎，给它倒碎了。这是第一碗，给它倒一下。然后我还有一个新冻的，刚冻没多久的那个，在这里还没开呢，给它开一下，开一下，什么东西在叫啊？大家能听见吗？应该什么东西？哎，打不开，不行，不能徒手啊，家人们，我还想装一个杯呢，装逼大失败呀！这个是刚冻没多久的。还可以摘，就咱们就是说一个挤出来。哎，我之前都是那种特别像冰淇淋质地的，这最近冻的都是像冰沙一样，我不是很喜欢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有人知道吗？有没有什么冻那个冻酸奶的那个经验者，可以给我分享一下技术，探讨一下。请出我们的真草莓。再请一个盆儿，把我们草莓请出来。那个东西一直在叫，我突然感觉有点哈人，怎么办？把它搂出来，放6个吧，6666，挺吉利。洗一下，拿一个刀子。这个绿的去掉，然后把这个尖尖给它切掉，草莓屁股去切掉，很羞羞的屁股，只切一丢丢啊！因为我这个酸奶也是草莓酸奶，所以就下这个就特别的好吃。我之前已经做过2到3次了，非常的 nice。我就是你们的居家大厨，然后再把这个草莓给它立起来。哎呀！啥也看不见，反正就是给它切小，切小就完了。完，除，再转过来 ，3，4，好了，把这6个都给切掉。不过这边超市买的草莓还是没有我姥姥姥爷他们那边，就是跟那个瓜农买的，他们在那个集市跟农民直接买的。那个更甜，虽然个小，但是特别甜。我回来的时候忘了让他给我带糖了。哎，搞定，给大家看，哒哒哒哒哒，然后就把它们全都放进去，然后搅和搅和。我这个手真是有点不太好操作的，给它倒进去。耶，好嘞，让我们回房间，回到我的懒人沙发上，哈哈。不能直接放在腿上，有点冷。等一下，好了，我盖了个被，
然后就是我自己吃肯定就是给他们拌匀啊，刚刚已经给大家拍过照片啊，给大家看过，就不用管这个颜值问题了，就直接给它拌匀了最好吃啊，真的非常不错，推荐给大家。这个单手操作着实是有些困难，这个就是又好吃又也不说健康吧，反正就没有那么罪恶，就是相比之下啊，没有那么罪恶。你想想，这不就是酸奶加草莓吗？是吧？超级好吃，虽然大家可能从镜头里看着有点恶心，但是真的无敌好吃。让我先来一口。嗯，太好吃了，就是酸酸甜甜草莓味道，而且还是冰冰的，我的天哪！我以后要不干这个，不干自媒体的，我去开个甜品。开玩笑，大家都可以做一下，超级简单。好了，拜拜，我要沉浸式吃了。朋友们，我妈今天又买到那种，她说我不知道她在哪里买的，也是说这边农民种的，就两大盒，超级甜，又多又甜，特别好吃。然后我今天终于洗了头，看我的头发还是有点小顺滑的，哎，真的好吃。我刚吃了一半才想起来要拍。我来跟小林做一个麦片快餐，材料呢就是需要这个香蕉，袋装的酸奶和这种即食的麦片。先把这个酸奶拿一袋给它剪开。好了，现在就是剪开的这一袋酸奶，把它倒到这个碗里，然后呢，就把一个香蕉给它弄进去。因为单手不好操作啊，现在就是一个已经把它切成小块放进去的一个状态。最后呢，就是把这个麦片给它倒进去。看自己的口味，就你可以干一点，也可以稀一点，这样应该差不多。先拌一下，可以把香蕉再剁一剁，给它更小一些，这样呢就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快餐，就做好了。咱们拿过去让小林尝一下吧。 Hello， 来，妈给你做了一个快餐麦片，这明明是你自己要吃的，快点尝一下。你不以前也爱吃吗？快点。嗯，好吃，再见。无语死了，他刚非要说让我去拍那个制作教程，我说让他自己拍去。他爱吃这个，我不爱吃这个。我也不知道他拍的什么样。我刚刚把那个绘旅人重新下来了，因为我看他那个剧情更新了很多了，我打算推一下剧情。我为什么重新下来绘旅人？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跟日野还是比较相似的，就是他一个剧情走的比较，他可以走完起码。你像隔壁那些游戏都是剧情卡在那里，就很伤。朋友们，看这个雪，今天又下雪了，哇，看得见吗？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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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下。然后我今天又是要去普拉提，为什么我总是出外出运动的时候总是要下大雪呢？那我今天穿了一个，又是白白羽绒毛毛围巾都塞到里面了。这雪下的好大呀，我的天哪，这也太大了。我回去拿把伞吧，我觉得我这个毛有点危险。对，然后因为又是运动，所以只画了眉毛、眼线和口红，非常的方便。呜呼！嗨，朋友们，我现在练到一半来了。然后今天穿的是那个风花的裤子，就显得身材一个很好啊。然后今天刚刚来的时候这里有人，然后我现在在休息，然后老师接个电话。然后因为我刚刚在那个普拉提床上做了运动，然后他要抵着肩膀，看我这个都磨红了，我皮肤特别容易磨，一磨就红，比较的娇弱。
现在已经练完了，然后我再去跑一个椭圆仪。看这雪大是大，但真的还挺漂亮的，非常美。说这个雪下到晚上11点，不知道到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，太可怕了。感觉到时候那个雪会落得很厚，就跟我以前在北海道一样。看来之前在北海道，在那个路边那个雪落得跟比这个树丛还高，太惊悚了啊！我叫的出租车快到了，叫的滴滴打车啊！我本来以为要叫很久，没想到运气很好，刚好有一个停在附近的单子。好了，拜拜！哇，这个雪太大了，幸好我带了伞。这个是我给小林做的沙拉，就是用那个鸡蛋煮好了以后切成小块，然后加上这个芝麻口味的沙拉汁，特别好吃。如果有那个土豆的话，把它煮一下，煮熟了以后弄成小块，像土豆泥一样，或者说直接就是小块拌在里面也非常好吃。朋友们，我妈今天疯了，跟她做了什么冰举板冰墩墩，她那天就给我发那个她的微博上，看见做了个什么玩意，笑死了家人。现在看这个大小，这是砂糖橘。这个是个大橘子，里面套了个小橘子，然后切了个。哎，他在那画了半天，他今天怎么这么精神？但我们这个橘子真的特别甜，这个砂糖橘超级甜，我得给他留两只脚。好。跟我说他还可以换脸，我真无语。我妈已经陷入了这个，我不该如何开口。这是什么？我看不懂啊，朋友们，这是啥？好啦，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。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，记得给我一键三连，弹幕评论支持我。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